最近呢，过滤了很多朋友，其实这两位呢，就是因为我的政治立场呢，然后就是转身离开啊，有一些是在网络上留下谩骂的，他把对所谓中国政府的恨，然后把对中国的恨全部在我身上一起释放，我是觉得脑残，真是脑残，但没关系，过滤朋友，我的立场跟他还是不一样，可是我尊重你的政治立场，我可以跟你做朋友，我也没说什么，我尊重你的存在。这个世界有需要活得这么单一吗？哦，我一定要什么认同一样，什么东西一样，我们才可以活在同文层？哦，我人生就这样过，高确定欸，人生来这边体验，你要活这么单一干嘛？我政治立场跟你不一样不行啊。我也相信这部影片可能会有很多中国人好奇点进来看，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按滤镜是的看法。从头到尾我都认同我是身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。我最近呢过滤了很多朋友，好了，其实没有很多，两个，反正就是近期有一些，就是这两位呢，就是因为我的政治立场呢，然后就是转身离开啊，有一些是在网络上留下谩骂的，对我来说啦，对我来说是真的是过滤，因为在他的世界里。他把对所谓中国政府的恨，然后把对中国的恨全部在我身上一起释放，我是觉得脑残，真是脑残，但没关系，过滤朋友。在他立场呢，他觉得他的政治立场跟我不一样，可他没想到的是，哎，我政治立场跟他也是不一样，可是我尊重你的政治立场，我可以跟你做朋友，我也没说什么，我尊重你的存在。这个世界有需要活得这么单一吗？哦，我一定要什么认同一样，什么东西一样，我们才可以活在同文层？哦，我人生就这样过。高确定欸，人生来这边体验，你要活这么单一干嘛？我在这里想跟你不一样不行啊！啊，我平常礼物是有白送是不是？我平常是没有请客是不是？